娱乐圈装秀美腿似乎已成为女星们争奇斗艳的必杀技，不论是红毯、演唱会还是影视作品，美腿一出必定秒杀众屌丝眼球。不过日前日本天团 AKB48 的成员佐藤锦在浴室秀美腿，秀出的可不仅仅是美腿，因为她露点了。据悉 AKB48 4月11日前往新加坡开唱，结束彩排的佐藤锦看见饭店的漂亮浴缸，心情大好，边泡热水澡边和粉丝们分享入浴中的美腿照。照片传上 Twitter 后，即被眼尖的网友发现，浴缸前端的金属圆盖上疑似映出了他裸体的倒影。这送美腿的福利之余，更被网友抓包胸前两粒黑枣疑似露点，相当尴尬。入浴照不小心变成情欲照，有网友发挥柯南精神将照片放大想看个仔细，引来不少粉丝的反弹，呼吁大家不要继续对照片做出评论或者流传。但佐藤锦本人似乎还未发现自己的照片出事了，至今仍未删除该张照片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